还有小蓝鸡，然后顺热净水器，出水三秒顺热，待机状态基本不耗电，一键自动清洁管线，可以时常保持内部管线清洁。大家好，我是 Beauty 三重店的 Berry。今天呢，我想要来介绍一台店员私心推荐的商品，那就是台热小蓝鲸然后顺热净水器。最近疫情关系，除了出门要注意消毒，家里喝的水是否也够干净了呢？天气越来越热，回家是否想要马上喝杯冰凉又干净的水呢？台热小蓝鲸，你安装 RO 顺热制冷净水器，唯一集结 RO 逆渗透、冰温热开饮机、奶泡机、清水机的究极机种，有别于传统厨下净水器，你安装面板轻松操作，就可以马上喝到干净的净水。简单素白的外观，直觉图示的操作，按下解锁键，选好水温与水量，就可以直接饮用。触控液晶面板，按下解锁键，面板就会显示有水温、水量、咖啡、泡奶多种选择。水温采取多段控温，除了热水常温以外，还有冰水功能，只需要按下去，冰凉的开水就会出来了。另外，贴心的泡奶模式，直接选择40或是70度，方便泡奶。水量更是设定小朋友奶瓶常见的120、150、180、210、240 ml。那泡奶的时候不用一直守在旁边怕满出来。家里有在泡咖啡，也有咖啡模式，定温92度，不管是要滤化还是手冲咖啡都一次搞定。电解气泡负氢水技术，使用 SPE 电解技术，把纯水电解成富含氢原子的水。稀土后膜顺热技术，出水三秒顺热，所以半夜突然想吃泡面或者冲杯热巧克力，不需要再苦等煮水。有别于传统滤水器，除了出水的时候待机状态基本不耗电，也不用担心干烧或者喝到千滚水。这台容量6公升，不用接水线就可以直接添加生水，只需要将后方水箱抽起，滤水源处装水即可。新一代小蓝鲸大幅减少传统 RO 技术废水排放，更加省水，装水的时候也可以顺便倒掉废水。抽取式滤芯，免请师傅到府安装，自己就可以安装搞定。机器也会有滤芯寿命提醒，萤幕灯号亮起，只需要将旧滤芯拔起，再将新滤芯插进去即可完成更换滤芯哦。三道滤芯四重过滤，第一道前置 PAC 复合滤芯，避免滤掉水中的毛发、铁锈、泥沙等杂质，活性炭吸附水中异味及去除氯，去除水垢。第二道 RO 逆渗透膜，0.0001微米极小孔径碳攻击 RO 逆渗透薄膜，有效过滤细菌、病毒、化学农药残留、放射性微粒等有害物质。第三道弱碱性复合滤芯，有别其他品牌，活性炭加天然岩石，增加锶等矿物质，让水喝起来甘甜又顺口，不会有药味。除了滤芯以外，小蓝鲸在水箱设置 LED 紫外线灯管，出水时又增加了一道杀菌，不怕管线藏有细菌，更加安心。面板上更设置了 TDS 水质监测，可以随时监控目前水质状态。一键自动清洁管线，可以时常保持内部管线清洁，建议使用3个月就清洗一次。这台不管是租屋族还是老屋皆可使用，免安装、免钻孔。泡咖啡、泡茶、奶粉，或是半夜想吃碗泡面，夏天想喝杯冰水，都可以帮你解决。那以上就是 Beauty 三创门市所推荐的店员私心推荐商品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，追踪我们哦。那我们下个月再见，拜拜。